今天聊国际，我们来聊的是日本。日本现在呢，要逐渐从这个能登地震、能登震灾当中哦，赶快走出来。但重建。金钱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哦是在2024的年度预算当中，过去已经编好了，但现在重新编列，而且呢，把一般的预备费从5000亿日元调高到1兆日元，就是很担心说，因为现在能登震灾真的是非常严重，所以说可能会有额外的金钱花在这个重建工程上面，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把预备费往上调的主要原因，是要用来应对自然灾害或者经济情势恶化这些意外情况，在不确定用途的状况之下呢，把这个钱列入了年度预算。尤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说，要求要在这个月就要制定为灾民的生计提供支援的一连串政策，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个能登震灾的后续影响尽量的降到最低。但是呢，大家还是很担心说，有没有可能新的大地震开始有可能无预警出现呢？根据 NHK 的报道说，地震调查委员会将30年内宫城县远海会发生瑞士规模 7.4 强震的发生机会，过去认为是70%到80%，但现在要上看9成之多，把这个机会上调。尤其大地震的间隔时间比较短，平均是38年，这样子的数据出来，当然要让相关的单位、防灾单位做出更多的准备，才是积极还有正面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增加恐慌哦。再让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在日本来说，他们非常希望的可以招揽更多的观光客来到这边。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观光客也因为日币实在太过平了，去日本一趟非常划算，所以也到日本旅游。但是这种过度旅游的情况，其实也让日本政府还有日本的企业非常有压力。像是餐饮业来说好了，人手就真的不够用，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说，既然人不够用，当然就希望相关的客单价可以拉得高一点点。所以，如何让大家花更多钱，对日本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以企业家来说好了，他们会把一些单价比较高的套餐放在整个 menu 的第一页，就是希望大家第一页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较贵的鳗鱼饭、小碟牛肉套餐，反而把比较平价的牛肉盖饭啊放在背面，希望可以争取大家的眼球，也提高他们消费的客单价。还有 JR 的这个相关的票价也是提高了，大概从日币3万调到7万，就是7日的普通门票上涨了7成之多。还有呢，很多旅游团过去大家可能会觉得走马看花，花个门票钱就好了，但现在呢，他们会在附加导游解说，除了顺势把这个价格提高之外，也增加这个旅游的附加价值，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钱花的好像比较值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希望可以防止日客流失，提高附加价值的那种做法，也让相关的行程变得更加欢迎。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出外旅游，最担心的就是就医问题，所以保医疗险非常必要。核退医疗费用不是全额补助，一定要特别注意，像是门诊、急诊、住院的核退金额上限不同，也有不少人看到自垫医疗费用核退时，都会觉得健保能提供全额补助国外就医的费用，但其实并不是如此。妇产科名医、台北秀传医院院长郑成杰，今年6月在美国意外摔断2根肋骨。他po文指出，许多人以为在国外的医疗支出回国之后，健保会全额给付，想得美。虽然健保只有给付我3704元，但是商业保险根据健保给付，就会给我理赔不足的金额，当然数目还是将近50万元。在美国急诊是这样，你只要去，他无论有钱没钱都得帮你看诊，不会拒绝你的，所以当场他也不收钱，就是回家以后才收账单。后来我回台湾以后收到账单，我是真的吓了一大跳。健保的这个财力是有限的，我们健保不可能包山包海，我们的健保已经是物廉价美，我们的医疗费用比美国便宜太多了。当我们在国外遭遇无论是疾病或者是意外的伤害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当地给付的就是他们的医疗系统根据当地的这个物价水平还有医疗的收费所订立出来的这个收费的标准。那这在我们台湾的健保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台湾的健保当初计算的费率就是以台湾的风险来计算的。如果你是在海外急诊发生状况的医疗费用，我们就以当年度在国内的所有的国人就医急诊的总费用除以总就医人数之后的每一件的这个急诊医疗费用来核退与在海外就医的部分。所以计算起来，如果当年度刚好这个国人在国内的 平均每件的急诊医疗费用是3700多元，那么我们用照这个标准来给予在海外急诊就医的费用的核退，在医师的诊疗费用上差距就非常的大。在台湾，一个医师看一个病人，也许花个30分钟1个小时，我们健保局给我们的诊疗费用大概300块，最多最好到350到400这样。 但是你如果是在欧美国家或日韩国家，我们看一个病人，基本上花个30分钟跟他讨论，基本上会需要跟病人收取费用将近到3万块到4万块台币，所以这一差就差了将近100倍。另外一个台湾跟欧美国家差距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医疗的可近性。其实我们在台湾，因为医院到处都是。 台湾全民健保从1990年代推动以来，一直是民众满意度、支持度非常高的政府服务项目。无论从健康服务的可近性、高品质，还有可负担健康照护系统，站在政府的立场，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多疾病的一个覆盖，才能够照顾全台湾人民的健康。 所以这么多的面向之间，我们要如何取得平衡和共识，这是我们现在必须所面对的议题。这个健保主要还是以在国内接受的医疗服务为主，不论是一般的医疗服务或紧急住院等等，我们都会尽量的通通把它包纳进来。但是海外的部分，真的还是要这个提醒国人，那么在海外旅游也好，那么洽公也好，注重自己的健康。 那么最好呢，能够在这个有这个旅游险，或者是这个在旅游险里面要特别注意到在医疗部分的保障程度。健保署指出，民众出国期间虽然还是有健保医疗保障，但是属于补偿性质的补助，因此无法全额核退。落到医疗费用比较高的国家，建议要加买海外突发疾病医疗险，可将国外产生的医疗负担降到最低。 TVBS 新闻郑胜维、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再让我们来看到，其实现在在2024年甚至未来几年，很多的国家都是希望可以上太空，尤其重返月球是 NASA 在未来几年相当重要的目标。日本当然也是积极往太空的方向来发展跟前进，尤其呢，在1月20号的时候，日本的小型无人探测器成功的降落月球，也变成全球来说第5个成功登月的国家。但是呢，当中有一点小小的缺憾，就是当中的太阳能电池没有 成功发电，所以目前呢是先在一个搜集资料的状态。那我们说了 ，NASA 希望在2029年重返月球，日本也是它的合作伙伴，要开发这一款月球巡洋舰。当中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个载人的太空车，相当于2台的小型空车这么大，里面大概可以容纳2到4人，而且非常关键的是，太空人在里头可以不用穿太空衣，当然在舒适性跟安全性 上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月球的这个气候条件是非常差的，所以说包括温差、重力还有辐射的影响，都有可能让轮胎不能用台湾和甚至地球的概念来做思考，是个橡胶的，所以他们也针对整个月球的天气条件、辐射条件、重力条件，开发出一个金属制的轮胎，就是可以开在一些比较艰难、比较崎岖的环境上头。再来，我们来看到韩国，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影像，不论是韩剧啦，或是新闻，都会特别想吃某种东西，而这也促成了韩国的泡面大卖。 来到南韩首尔宏大商圈这间超商，其中一面墙放满200多款泡面，消费者现买现泡，一切 DIY。이곳에선 한강에서처럼 이 봉지라면도 바로 끓여 먹을 수 있는데요. 이 덕에 봉지라면이 컵라면보다 훨씬 많이 팔립니다. 这间特色超商开幕1个月，销售额有62%来自外国观光客。You know Mark Twain? He showed like how he eats ramen, so I wanted to try his like recipe basically. Superstar eat the steamed ramen, so right now the steamed ramen is very popular in Taiwan. Convenience store also. 南韩泡面的人气正在向海外扩张。根据南韩关税厅统计，2023年南韩泡面出口额创下1.25兆韩元，折合约295亿台币，再创历史新高。出口额连续9年维持增长的主因是南韩影视作品的高人气。在 YouTube 上也有许多外国人煮南韩泡面的吃播影片。除了泡面，韩式炸鸡也很受欢迎。KFC 많이 들어본 이름이지요. 요즘엔 코리안 프라이드 치킨의 약자로 알려질 정도로 세계 곳곳에서 K-푸드의 인기가 대단합니다. 美国纽约市中心这间素食餐厅，布条上用英文拼出的新名词就是炸鸡啤酒韩语缩写“七美”的发音。店内不止韩国人，美国人也排队抢着购买。 I really like the soy garlic, but I also like the honey garlic. So I've noticed that it's crunchier. Like there's more like breadcrumb on it, and then I also noticed it's just the flavoring. So every time I come to New York, I think I've been here 3 times already. And 就连南韩品牌面包也正式进军海外市场，包括欧洲、美国和东南亚等地，开设500多间分店，将韩式甜面包的味道送上国际。 전 세계 경기가 좋지 않다지만 K-팝과 드라마 등 한류 붐과 더불어 번지고 있는 우리 맛은 매년 신기록을 경신 중입니다. 스마트팜과 펫푸드 등 전후방 산업까지 합치면 K-푸드 수출은 3년 연속 100억 달러를 돌파했고 네, 미국에서 매진 행렬을 일으켰던 바로 그 김밥입니다. 요즘엔 이렇게 외국에서만 맛볼 수 있는 K-푸드를 역수입할 정도로 인기라고 하는데요. 새해에도 K-푸드의 전 세계를 향한 진격은 계속될 전망입니다. 南韩化妆品也受到海外瞩目，首尔明洞的化妆品专卖店吸引外国游客驻足挑选。I really want to go into all these shops around here and look at all the K-beauty, skincare and cosmetics. We love your glass skin, so our Malaysian is trying to get the same similar effect on your skin. 2023年南韩化妆品出口额和疫情期间的2022年相比，业绩增加了6.5%，回到上升趋势。最大出口国中国大陆的占有率减少了28%，反之，美国和欧洲等地的出口都有增长。북미、유럽、일본 등의 새로운 뷰티 시장에 집중하는 수출 다변화 전략에 많은 기업이 힘쓸 것으로 예상합니다.南韩保健产业振兴院预测，今年韩系化妆品出口额将比2023年增加6%，达到90亿美元。韩流带动南韩企业走出海外，从韩食到韩系美妆。2024年持续将目光放在全球市场。TVBS 新闻综合报道。TVBS 新闻直播回到 YouTube 频道了，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划重点，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